是我了。其实我是说我要用官方的小黄车，所以我不说什么了啊。真的是冷静的，刚才我爸从六合骑电动车过来的，是不是南京人啊？我跟熊黛林是家门口的邻居。他来过的，会飞的猪，人家来过的。我今天这个是我给店里面的小姐姐他们选衣服呢，然后我也尝试一下。不是真的，熊黛林真的是南京的都知道，说南京话放盐吃过会儿。谢谢中轴线，有的人喜欢抬杠，就是不喜欢送礼物。欢迎麻团儿，谢谢 Tim 杠精。店在这里，这边有个定位。我像安徽的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都长得一样。这个就是在网上看到的，他没有说是什么。我觉得讲是空姐的也不合适，因为他也不是说是哪边的。我是做美容媒体的。然后我们还有采耳，不说了，哼，妈又提示我了，不说了，看主页。挺好看的，就是简单一点，所有的衣服简单一点。直播间，谢谢东林，直播间不适合太花哨的衣服。所以我每天都会晚上，比如晚上然后睡在床上，我就在那边刷给你们选衣服。所以你们有条件的上上小星星，最好是赚一点零用钱去买好看的衣服。别跟我说怎么玩好吗？其实你们看到的并非是你们，我这边会有一些小的那些，没有很过分的那些，就是有底线的。谢谢胡子，欢迎海涛。因为
有些东西在网上不值得。就是传播的速度会非常快，我就是个说我跟什么佛爷的女主角比较像，可惜我都不认识。你说万一真是我的话，那不就传播到处都是吗？所以那种事情不值得。我不如每一天打扮的好看一点，在直播间，然后挺像我媳妇儿，然后在直播间也可以在店里面美美的就够了，我每一天开心就够了，多多少少反正坚持做一件事情也就够了。我只能说我比大部分要更努力一点，也好一些，不，中等中等中等。我是啊，我是看一下主页。南京的小哥哥想过来的话，可以私信哦。欢迎李哥，我记得李哥来就会点灯牌的。欢迎年华，因为现在有疫情。剪差不多这意思了，我累了，我要回家吃饭饭去了。今天就这意思了，朋友们。咱们明天再见呗，明天下午3点到5点，晚上7点到9点，咱们不见不散，朋友们啊，不见不散。我要下播，我要回家了啊，朋友们，我要回家去了。起码一放柜子里就行哈。谢谢。想吃臭豆腐，那就拐个弯去合同那儿买一份呗。关注你吧，谢谢哥啊，谢谢哥，谢谢哥的关注。那我今天先这样了，我先回家了。明天啊，明天下午3点到5点，晚上7点到9点，你可以来我直播间。明儿应该休一天、啊。明天休息一天。我歇一天，你不歇。干嘛？我就不能歇了，我不是人呗。你不是人。私信给我回一下，好嘞哥，我现在给您回复啊。